下面准备报道，那年花开月正圆正在热播，沈星怡与周莹的感情终于有新进展了。周莹为了跟新兴洋布竞争，决定带着养父周老四和丫鬟春杏等一行人去迪化开拓市场。不用想都知道，一向爱跟他斗的沈星怡肯定跟着他。结果路上一行人遇上了当地的土匪三兽帮，就被绑架了。沈星怡本来有机会走的，沈爸爸筹了10000两银子给了杜明礼，杜明礼便从三兽帮那儿把他赎了回来。但是沈星怡却回来了，周莹一行人要被三兽帮的人给撕票，沈星怡抓住最后的机会向周莹大声说出周莹我爱你这几个字。听到沈星怡这么竭尽全力的喊，周莹挺被感动的，可他说沈星怡清醒一点，沈星怡却说他能跟心爱的人一起撕，觉得自己很幸运。好，沈少爷，那我就成全你。人们